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相信各位都知道哦，老爹目前竞技场算是打得蛮顺的，可是我的英雄族被打得有点乱七八糟，什么什么奇怪都可以打赢我啊，反正就是不是很顺利哦。来，问题都出在于杰诺斯现在那么强哦，一炮下去啊，这个春卷根本站不起来哦。好，来，招商，你一炮去，我买，金币礼包，我再买，材料补给。没问题，我买买买，然后神秘商店还没出来，靠腰，我忘记把神秘商店带出来了，好，没出来就算了，来。対空攻撃手段を持ってるんだ。ラオディの資料か。それにしてもなまっとるわ。这个魔术啊，魔术装终于有这个隔挡强度了。我之前用的这个是攻击的隔挡强度。好，征服卡。哎，不错哎，靠腰，哎，不错哎，也只能先洗到这样了，材料不足了，然后。そして今日の俺は、今日の目的は皆殺しじゃ。装备看一下有什么问题。一度倒したらきっちり息の根を止めるまでやらないとダメだ。こいつら協調性なさそうだな。好嘞，老爹，这个集训中心超能集训好久没打了，自从有了春卷之后，我还没打过。布阵，换下我们的Air King，然后好了，春卷摆前面看看啊，我也不知道弹不弹得住哎。我们就这样子放看看，来挑战首领，对面的春卷1100万，还可以，老六大眼睛240万，再来，我只有4颗气哦。哎，打谁好啊？靠腰。好，先打春卷，200多万。我的春卷 is dead。哎，靠腰啊，怎么那么难打？这也太难了吧！这是要怎么打？等一下，怎么可能啊！再一次，好嘞，
这关有人打过了吗？刚刚被钢铁骑士丢一下就死光了、欸，带不走。豪龙卷还在，靠腰不在了，还在。烙面春卷。哎呦，好像有机会哦。靠腰啊，真的好难啊，我的天啊。好，放弃，我放弃，我放弃了，靠腰。这一关也太难了吧！来，电风竞技场，先挑战我们第一名的境界外突破。老爹已经提升我的西老高了，没问题。而且我把我的杰诺斯放前排哦，效果够880万，再来，对面的杰诺斯，西料高又一次 day 啦，然后春卷也一次 day 啦，搞屁呀、啊！好，再来。三打五有没有机会？好，老爹小狗狗560万，再来！我的杰诺斯给力一点啊！天哪！这异熊组怎么变这么难打、啊？我的天哪！如果小狗狗来保春卷有机会吗？我们来试一次看看哦。小狗狗保春卷，没问题。我知道有人会叫我调整我的速度哦，可是我目前的阵容啊，我的速度啊打竞技场很好用哦。我如果再调整的话，我的竞技场就变很难打了，懂吗？我这个速度是来打竞技场的、哦，但是英雄组就不好打了。我的春卷又爆掉了，天哪！这真的是好，我们试试看欧团啊。我就不相信我完全打不赢啊！除非老爹像他一样哦，把春卷的速度拉到最高哦。可是这样的情况，我的竞技场又变得不好打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再来，撑住啊，春卷，撑住了，他终于撑住了，我的春卷终于撑住了。好，再来，杰诺斯一炮，2200万，没问题。哎，这样好像 OK。靠腰春卷开不出大招，好，僵尸侠开了一个大的僵僵，没问题。感觉这样比较有机会耶，因为现在杰诺斯真的太痛了，反而用欧团来直接减伤好像比较强一点耶，感觉啦。撑住啊，春卷，好，又站住了，他又站住了，哎呦，感觉 OK 哦。好，老的杰诺斯1300万，再来，春卷存了三个，哎，现在用欧团好像比较好哎。
姜志祥开了一个大江江。哎，好像这样比较好哎。对面的小狗420万，杰洛斯一炮500万，春卷丢了一下，糟糕，好像在杰洛斯还在。哎，这样子真的好像比较强哎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比较强啊？撑住啊！哎，真的撑住嘞！我靠，要差一点点，老子的杰洛斯！哎，好像有机会，有机会！他是叫杰洛斯啦，加油啊！我靠，你个东地东，真的是没办法哎。如果再回来保杰洛斯的话呢？天哪，真的完全打不赢哎！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老爹想想看怎么办啊？就这么一遍，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一遍见，大家拜拜，应该打得赢吧，呵呵。